东队也是占着优势。对，江苏队这边呢，应该是看一下曹，这一上来就失误啊。他摆了一个联防，对啊，你就没地儿传了。小丁，好，状态不错，这有点这个突破，对，把你整个一个战术体系给控制住了。嚯，卞宇航又是接球就投，漂亮！暂停吗？没有啊，三分球啊，这是一个啊，还是这出去啊？超大的勾手，他还能进的。对，刚才运气不好。小丁强行突破，左手的上篮，好球！这个没谁了。对，这球星球呗。对，辽宁的球啊，嗯，新疆的球啊，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。嚯，陈汉林。勾手也是漂亮，断的比较多。篮板球，你看没有？哎，就最终决定你胜负的，其实就是个篮板球。给出来，卞宇航，漂亮！哎，这球，两个人没有配合好，其实。嗯。篮板球下来呢，小丁打给了劳森。一打三啊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很聪明的，劳森底角，好球！这哥俩三分命中，形成的默契性啊，我觉得攻守转换赶紧提速。哎，小丁，哇，他这个重心又降。这他这个重心啪的一降，一下子就把人给过了。力这边给贾成来了，身体脚张春军的三分球机会，好球，三分命中。劳森，对，这时候啊，小丁还是得打出一些球星球来，就是减少一，这个不是最后两分钟，不要这么打啊，我觉得还是要像刚才有一次小丁啊，嗯，进去以后，这给张春军那儿呢。他是一个超大的错位，八秒钟，卞宇航撤步中距离，好球！哇，卞宇航，哎，很多两个队，嗯，错位，卞宇航出头，撤步外线三分球，节奏漂亮啊！哎，这就是我跟你的球星，我对标能标上，太依赖这外援了，科斯，哎，失误。这是快攻，这是快攻，对，就是人数上的绝对优势，一打零，二打一，三打二。哎，来，卞宇航这一下呢，其实陶汉林的掩护没挂住，所以必须要再一次形成圈顶一打一，就是一力防的。急停中距离，对，他好球，他现在这个技术特别好。对，山东今天这个球的球队的特色打得尤其。突出，对，劳森、丁彦宇航外线，然后莫泰在内线的强制统治里。哎，刚才陶汉林这球 啊，我估计是本轮最佳了。对，对，劳森的传球也在里头，陶汉林的抢，张松涛也是，嗯，那儿的，但是张松涛，喂，丁彦宇航，哇，这人群中啊，这嗅觉真是很灵敏。已经是形成地板球的情况了。卞宇航呢，外线控制时间还是打伊利，撤步后仰跳投，漂亮！今天秀了几个一对一的球啊，这个太高级了啊，越打越高级。好，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，最终呢，山东队是在客场111-99，12分的优势击败了江苏队。这样呢，今天晚上啊。Step on the land, I've got your hand